标题要吓人，泪目要惊魂，生活有点闷，做八卦新闻，话题要挖中，内容要吸人。下面关注小暖魂，从清晨到黄昏，还有什么是真？难道真的是有神？蹭热度我一针，火眼球就要狠，就算招来骂声也好过没有人。生活有点闷，做八卦新闻，话题要挖中，内容要吸人。像流量小暖魂，从清晨到黄昏，还有什么是真？难道真的是有神？趁热度我一针，我眼球就要狠，就算招来骂声也好过没有人问。吓人，泪目要惊魂，生活有点闷，做八卦新闻，话题要挖中，内容要吸人。下面关注小暖魂，从清晨到黄昏，还有什么是真？难道真的是有神？趁热度我一针，我眼球就要狠，就算招来骂声也好过没有人问。Come on.